据媒体报道，3月3日，陈乔恩微博发长文疑似回应39岁演少女质疑。近日，陈乔恩主演的电视剧《独孤皇后》在播，39岁的她在文中感慨：“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东方女人被看待的只剩下她到底少不少女感这种角度。”陈乔恩还为女性发声，表示无论是女孩、女生、女人，应该是被欣赏着，甚至被保护着。可惜我所看见的文字里，除了苛刻，没有绅士存在，更别指望那些激进油腻的同性们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